既然 F 即将带新专辑回归，陆续释出了影片都让 F 失手。而在今日最新的预告当中，虽然只有短短的8秒，但还是留给 Dive 们无限的念想。不过在5月成员们当中，秋天的镜头真的是稍微偏远了一点，真的非常难看清楚我们美丽的秋天呢。也等不及 F 再次出击，让女孩们再次占据到 F 的心脏吧。